星落凝成糖一共40集，大结局的预告已经放出，将会在3月11日更新最后一集。后面这几集的节奏非常快，观众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。目前看结局是黑圆满，应该不是之前说的开放式 OE。作为本剧最令人讨厌的反派，天地少典萧一实在让人无语。他的结局虽然没有挂，但活着估计比死了还难受。天帝被夜檀废掉了全部的修为，失去了他高高在上的权势。天后选择和他和离，子无清衡对这个腹地也大不如前。天帝在夜檀献祭归墟后愧疚退位，后半生都是孤家寡人。原本胡虽以为万年坚持可以拿到巨灵玄灯，复活他的父母和族人，却得知上一代的天帝早就用无上神火屠灭花灵，斩草除根。当看到夜檀没有杀掉天帝后，胡虽彻底绝望黑化。他拿到了青葵的花灵，带夜檀到了归墟边，被刺了他一刀，带着夜檀跳入归墟，要释放混沌之力灭世复仇。胡虽的结局恐怕是被混沌之力腐蚀而死，也是一个可怜人。在最后的时刻，胡虽表示对不起清衡，他们之间隔着太多的仇恨，终究是无法在一起。夜檀抵达归墟深处后才知道，花灵真正的作用是分离混沌。夜檀选择和青葵的花灵合一，用他的生命为四界迎来和平。其他的伙伴和玄商尽管很难过，可是也无法阻止夜檀的决定。世人眼里的灭世双花却成为了救世之花，冬秋的偏见也会被洗刷干净吧。曾经夜檀看着玄商死在面前，这一次又是他死在玄商的面前，这对有情人是真的多灾多难。一向稳重的玄商看着夜檀和自己做最后的告别，再也无法控制情绪。还好他和朝风一个是神仙一个魔族，两人的寿命足够长，终可以等到爱人归来。夜檀献祭后，天帝退位，清衡成为新的天帝。玄商和朝风选择在冬秋养花，其他的仙君伙伴们也纷纷来帮忙。在众人的齐心合力下，双生花重新开花，朝风和玄商终于等到了心爱之人，希望最后有他们化为人形的镜头，那样才算圆满大结局。看到有一个夜檀从未出现的新造型，这应该是复活之后的吧。结合之前看到的玄商拥抱镜头，地点很像是冬秋那种失而复得的激动。